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CPU 的发热越来越严重，好吧，绝壁是如此的。于是乎，机箱厂商们突然一夜之间全都觉醒了，风扇可以兼容的规模越来越大，一体水冷可以悬挂的冷排也越来越大。而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的，可能是整个2023年年末最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机箱新品，一款可能是十个人也能装出十种不同风格的新品，来自走走风神的 Morpheus。初看 Morpheus 可能觉得体积不小，造型平庸，哪哪都不具备一眼擎人的资本，但当我们逐渐移除面板之后，就会发现 Morpheus 可以在前以及上下面板处安置20厘米的风扇。再继续研究下去，又会发现怎么这机箱还自带了三枚一组的14厘米风扇排，对，应该叫风扇排没错。再挖掘下去，有意思的来了，原来 Morpheus 可以除了框架之外，其余通通拆除，并且变换内部结构的布局。就电源来说好了，可以传统下置，也可以前面板的后置，甚至还能主板背置。而通过更换电源的位置，从而既能实现不同的风扇或冷排规模，以及等等，我们先卖个关子，先按照最为传统的结构把风冷版的 Morpheus 装完体验一下。关于 Morpheus 不同风扇尺寸的安装支架，首先非常可惜，截至目前为止，九州风神还没有推出支架的任何18或20厘米的风扇产品。其次，我们也尝试了 ProArt PA602 里的那枚20038风扇，孔位不对，依然也无法正常安装。好在手边剩下的 Fractal 18038以及猫头鹰的 A20 都能顺利通过兼容性测试，而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 ，Fractal 的18038绝对是首选。更别提这货确实是零售的，只是价格差不多就是一把台扇的价格了。风冷版的 Morpheus 但凡只要用上了18038风扇，自然而然绝对能够顺利挤进风冷机箱效能的第一阶梯。这里要提一下自带的 PCIe 4.0 竖立摆放套件，居然能将越间的 Strix 4080与阿萨辛4兼容得如此优雅。但这样的 Morpheus 太过平庸，继续通过自带的模块化配件将底部电源仓移除，在整体往机箱左侧平移主板支架，于是背置的电源将机箱的冷排或风扇位进一步得到了释放，释放到了简直比任何鱼缸箱还要能挂风扇的地步。如果非要让我找出一款买风扇买到倾家荡产的机箱， Morpheus 应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换装后的结构又引出了另一个可惜之处，那就是九州封神目前还没有推出420的一体水冷。虽然2024年必然会出，但总觉得摩菲尔斯似乎在给其他机电商品牌做嫁衣。最强最优秀的大尺寸风扇得用别家的，420一体水冷也得暂时用别家的。总之，既然 Morpheus 已经就位，那么配得上这款机箱的其他配件也请九州封神搞快点，奥索迪搞快点。好的装机视频开拓大家视野，哪怕我们在一期的内容里既尝试了风冷又诠释了一体水冷，但短短10分钟不到的装机视频依然很难继续将 Morpheus 的可玩性逐个展示出来，因为 Morpheus 的模块和自我颠覆的内部结构变化性注定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配置一定会有不同的布局。特别是如果这款机箱落到分体水冷的玩家手里，再搭配上18038或者20038，这周内容就到这里。如果还有下次，下次一啊不对，是下周一老时间早上9点，再见。